网今天没什么诀窍，第一个的话一样，一定是 find all， 所以呢哈，它的网页数量的话呢，一定不是只有一个，所以雅虎里面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要抓什么呢？抓这个焦点移到这边，按右键哦，检查一下，那因为它要放在 span 啊 ，span 的话是里面那一个区块，这个等于是我们不是要这个 span， 我们是要 span 的外面那一个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个 A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再往上一层就是 A 对不对哈？ 这个箭头啊，你会发现这个是可以缩放的，也就是你这样点开来，它就展开来，这里面的东西才会秀出来。意思就是说什么？这里面的资料哦，实际上就是在这个 A 里面，而不是在 span 里面哦。所以如果你抓 span， 应该是抓不到。那第一个我知道它在 A 里面，所以 A， 第二个的话它有没有 class？ 哎，刚好有 class，class 后面再点两下，把它 Ctrl C， 然后贴到哪里？所以第一个是 A。 逗点，第二个就把这个点两下的东西贴上去，那我们就抓到我们要的这些有没有所有的这个名这些东西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刚刚是一个 A 嘛，然后把后面东西贴过来，其实这个就刚刚贴的哈。那不过跟各位讲哦，这个 class 的话，实际上哦，它中间如果加空格的话，表示说这个有很多是它的类别是很多名称哦，一个。 空白，这个就一个名称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名称，这叫别名，因为它还有很多名称。那如果你不管了哈，反正它有很多名称不管，但到底哪一个名称是我们要的这个新闻标题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的话呢，你干脆全贴算了。啊，如果你有时间呢，你可以，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把某一些名称先删除，那你在 print 就知道啊，原来哪一些是这一类的，哪一些是第二类，哪些第三类。 那有些是有共通的哦 ，OK， 这还是有可以花一点时间哈、哦，再去try。那我们大概先贴好了啊，贴完之后第一个，那第二的话呢，里面的 test， 所以我就跑一个回圈，啊、哦，我用 for each 的方式写 ，for s in 这个 list， 在这个 list 里面的一个全部帮我抓回来。那我点 test 的话，就抓到里面的标题名称有没有？然后呢 ，get href 就刚刚讲的。 就是抓到它的超连接，那这样 OK 啦，哎，所以哦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真的不需要学太多，有没有执行？哎，有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通通抓到了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其实，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什么 find 跟 find all 就够了，暂时够了哦 ，OK， 然后呢，再知道说点 test 就那个内容，点 get 后面加它的属性，就是你要再抓其他的东西，哦，啊，基本上呢，这是最主要的啦。 那至于那个其他的，我觉得就是暂时没有那么重要，可是还是需要有的时候在那个某些特殊的状态下，如果你还是看不懂，你还是会遇到错误，遇到问题，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把其他的知识哦，哎，慢慢再把它补上。OK 哈，好，那第一个哦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再来看 ET 的 day， 好，所以雅虎部分大家就先到这边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哎，所以刚刚讲的程式。 在云端上也有哦，所以 ET 这个是雅虎在这里，刚刚就这个哦，程式很短，才8行而已。范例3哦，哎，下载 ET 的对哦，这个案例呢就是没有 class， 刚还有 class 很好抓，但问题 ET 的对哦，它里面哦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你抓的时候哦，比如说你要抓它里面的焦点新闻，第一个它会跳这个啦，这个广告不要管它，往下哦。 然后我们要抓的是焦点新闻啊，比如说我要抓什么，抓这个热门新闻好了，抓这些东西，那我怎么抓？按右键检查一下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区块啊，得到什么 ？A 有了，它超连接 ，href 有，它有超连接，但是它没有什么，它没有 class 啊，哪里有 class？ 哎，上面有 class， div 有 class， 所以哦。 如果我要抓的 A 它没有 class， 那变成说，你可能就变成这个网页里面所有的超连接通通抓到。但是你如果只需要什么，只需要某个区块的话，其实我的做法可以这样，我们有点像什么，就是，洋葱式的，就是说我可以先切出我要的这个区块，先用 find 嘛，先 find 一次，然后呢里面的东西呢，再用 find all。
OK，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说我先把可能这个网页很大一个块一块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先切一小块，一小块你可以用 find 的方法取得 ，OK， 然后呢再把 find 到的东西再用 find all 继续找里面我要的，哎，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。所以哦，我的做法是这样：一，我要哪个区块呢？这个 div 哦，我印象中我是抓这个区块，这个 div class 这个 part list 一的什么 clear fix 应该就这个。那我如果不确定，你游标放在这边有没有？它还会告诉你哦。你这个区块哦，刚好就是有没有？他用，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的。他跟你讲哦，这个区块，所以呢，我先做第一件事，用 find 什么呢 ？find div， 然后 find 这一个啊、哦。所以我的程式我这边有把它写完了。第一步啊、哦，先产生 sp1 哦，然后呢，先用 find 什么 ？find div， 然后有没有？就是刚刚这个，就这一串有没有？这个东西，这个在哪里？在这个。就把这个 Ctrl C， 把它 Ctrl V 贴到这里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用 find 哦，因为其实哦，你用 find all 好像也会只有一个。那所以我们用 find。好，那我找到的东西哦，基本上就把它放在 SP2 哦。哦 ，OK。那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把这边哦 print 出来 ，print 什么呢 ？print SP2 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它会得到的就是那个区块的。程那个有没有从哪边？从这个 div 开始，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它的结束，意思就是那一块的原始码，其他的不会出现的。我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哈、哦。啊，第一阶段有了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来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就是再从 sp2 里面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可以先注解 sp2 里面哦，所以这个 sp2 再去 find all。里面的 A 就好了。那如果它里面没有 class 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区块里面的 A 就是我们全部都要的。哎，这一招可以学起来哦。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会这一招的话哦，那你变成说你就没办法，你变成说找全部了。OK 哈、哦，那就是会产生问题啊。所以我这也是自己想出一招，哎，这样好像可以，先切一块，然后里面全部抓 OK 哈、哦，然后呢抓到的东西就放 SP3。然后再把这里面的东西一样，找什么呢？找它里面的一个属性。我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它这个超连接里面的 A。假设这里面的东西哈，它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，它这里面的话哈，它的第一个是 HIE， 这个没问题。第二个它的资料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好像不是放在那个 test 里面，它是放在 title 有没有 title 里面。所以我抓的话呢，就抓 get。title 跟 get href 这两个 get 回来哦 ，OK 就不是用点 test 哦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我是用点 title 哦，不是点 test， 印象中我往点 test 会出错还怎么样哦 ，OK 也可以再试试看，然后点 href 最后把它 print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得到的话呢就会是刚刚的那个热门新闻的，哎这个区块 OK 哦啊这个都是。那个哈的新这个最新我看就，不过有时候如果说你看到的跟最后不一样因为它已经更新了，所以你要再把它 refresh。好，没有，在这里这个，它好像从这个开始，再往这边 ，OK， 试一下，来画面呢再还给各位哈。所以其实啊，这个 ET Today 的这个网页哈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 class， 那雅虎新闻有 class 就可以直接用 class， 如果没有 class 怎么办？我的习惯是先切一块，然后再把这个区块里面的所有的 A 通通找到，哦，啊这样的话也可以找到我要的资料了，哦，反正就转个弯，哦，试一下哦。